区议会董事长朱龙斌。今天是5月1号，又是妈祖诞辰1060周年的节日，我们跟全世界18000个寺庙，将近4亿人在同步这个庆祝这个节日。我们今天在华拉善妈祖庙起点巡礼巡安整个华拉善，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美国妈祖庙举行2024年5月1日，也是妈祖年年诞辰1064周年，也是我们第二届世界文化节游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身体健康。我是陈立生，是这次美国妈祖基金会华拉善举行的盛典的总指挥。义工柯春仙。我是古先团仙会的常务会长，谢谢大家。20世纪
80年来，联合国授予妈祖和平女神的称号。今天，美国妈祖基金会将为妈祖诞辰1064周年举行盛大庆典游行活动。妈祖文化是弘扬积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我们应该积极传播妈祖文化，希望通过妈祖祈福，将妈祖的博爱、扶弱济贫、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尽孝的观念发扬光大。中华儿女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我们都应该把妈祖文化的精髓融入日常生活中，并传给下一代，让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祥和正能量的大爱，促进世界和平。今天是妈祖诞辰1064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妈祖基金会顺应海内外妈祖信众所愿，在美国妈祖庙由美国妈祖基金会董事长朱荣斌先生、主席黄明平女士、创会主席郑开国先生协同大家进行祭奠仪式，祈求妈祖娘娘护佑世界和平，人民安康，祈求妈祖娘娘消灾免难，护佑大家平安吉祥。现在祭奠仪式正式开始，请擂鼓电子炮。董事长朱荣斌先生和主席黄明婷女士敬献鲜花、奉根、奉果。拜，再拜，三拜，起身。我们现在请信众行三跪九叩之礼，祈求妈祖保佑阖家幸福、平安吉祥、万事如意。我们先请董事长朱荣斌先生、主席黄明平女士先再叩拜一下，拜，叩首。起，再叩首，起，再叩首，起，拜，再拜，起，再拜，再拜，起，祝你们阖家幸福、平安吉祥、万事如意。一排嘛，拜，起，拜，再拜。祈祝你们阖家幸福、平安吉祥、万事如意。拜，再拜，再拜。祈祝你们阖家幸福。拜，再拜，再拜。祈拜，再拜，再拜。祝你们阖家幸福、平安吉祥。再拜，三拜，起，再拜，再拜，起，拜。
我们今天举办的是第二届世界和平文化节游行活动，我是主持人任姿琳 Jenny 任。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授予妈祖和平女神的称号。今天，美国妈祖基金会将为妈祖诞辰1064周年举行盛大庆典游行活动。妈祖文化是弘扬积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我们应该积极传播妈祖文化，妈祖文化的精髓融入日常生活中，并传给下一代。让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祥和正能量的大爱，促进世界和平。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美国妈祖基金会主席黄明平女士致辞，欢迎。敬的纽约州苍穹人，各位议员，各位侨民，各位妈祖家人，各位媒体记者、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美国妈祖基金会主席黄明平，我谨代表美国妈祖基金会及全体同仁向所有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一年一度的妈祖巡游步幅冲击大地，即第二届世界和平文化节大游行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齐聚在美国妈祖庙，与全球1万多座妈祖光庙、3亿多妈祖纪念者共祝天后妈祖诞辰1064周年。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次对和平的深情告白。妈祖这位深受人们敬仰的和平女神，以其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成为我们追求和平的典范。他的事迹不仅感动了中华大地，更在联合国获得了世界和平女神的崇高称号。今年正值中美建交45周年，也是妈祖信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5周年，以及美国妈祖庙设立10周年。这些重要纪念节点更加凸显了和平与友谊的珍贵。此次活动我们旨在弘扬妈祖和平友爱包容的精神，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让和平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成为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今年10月份，我们将与中国美洲妈祖祖庙联合在联合国总部大厦举办第二届全球妈祖文化论坛。我们特别向全球妈祖纪念者发出邀请，冠先盛举。最后，衷心地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愿和平的春风吹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爱与希望永远相伴。祝妈祖年年生日快乐，也预祝所有的母亲节节日快乐，妈祖保佑。
谢黄玲婷女士的致辞。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妈祖基金会董事长朱荣斌先生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好，大家好，今天是美国妈祖基金会在美国妈祖庙诞辰，跟1064周年的这个历史里，我们在这边举办那个庆典，祈福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啊。现在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现在我们当地的我们刚刚来的一个警官，警官叫人家叫警官叫我自己的名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市里面的那个议员那个。竞选立人的陈毅，还有我们的Julia，还有我们的胡建同学会的名誉主席郑世奇，这个好像。Hello， 这个好点，还是哪那个？那个没电。还有我们的陈建龙哈，是我们。大家鼎鼎有名的，还有我们那个 Michael Lin， 这个好像按照顺序，然后还有我们的律师，我们财务部主席，我们那个 Coco， 还有我们的那个焦主席，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上海的那个旅美首届会的主席，戴主席，还有我们的福建老人会，还有我们的、那个。龙部啊，王刚良先生，就是坐在后面，先要出来一点啊。还有我们的 PGF 的会长，还有我们的世界，这个每次都支持我们的，百忙中世界爱心妇女总会的会长严海燕女士啊，非常感谢她。然后他们得了，还有其他人自己报名得了先结话啊，我们抓紧时间，现在看看那个主持人，按这个不然我们这个底下先来。请您等邢玉林女士致发言词，谢谢。大家好，我是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领事，我叫邢玉林。今天呢，我跟我的同事赵新兴领事一起，非常荣幸受邀参加咱们今天妈祖的这个游行活动。那我们呢，也要代表纽约总领馆向朱斌会长，还有咱们妈祖基金会的各位会员，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热烈好的祝福。那妈祖文化呢，是咱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咱们福建的这个侨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这个寄托和文化的图腾。那我们今天呢，在这儿举行这个游行活动，也是表达我们对祖国、对家乡的这个热爱，和更好的去增进两国人民、民间的这个相互了解、理解，以及增进咱们老百姓之间的这个感情，促进民心相通。最后呢，再次祝贺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祝咱们各位节日快乐，五一劳动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谢谢邢玉林女士热情洋溢的发言。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福建侨联总会陈建龙主席发言。荣幸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由美国妈祖基金会主办的庆祝妈祖诞辰1064周年的活动。那么妈祖的大爱精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信仰，妈祖的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一部分。我相信随着妈祖的大爱精神传播到全球的信众众多，希望以后世界和平，大家都以大爱的精神共同和平相处。祝愿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看国内那个先生特地过来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好哈，非常荣幸参加我们第二届
马祖的大仁大德啊，传到我们纽约市区啊，希望经过大仁大德的这个推广啊，能够让我们的华人，让我们社区啊，做到一个真正肯定的、真正的为社区和谐、真正为社区服务啊。所以我们积极的参加马祖每年的游行，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那个盛情的邀请，我代表那个纽约市警察局皇后区北区的各位，向那妈祖今年第二年的举行的游行感谢跟支持，希望的有我们妈祖的保佑，国泰民安，大家身体健康，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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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有请纽约和平促进美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焦胜安主席给我们致发言词。纽约和平大游行，去年的农历23号我也参加了，3月23我们每年都相约在妈祖基金会共同沐浴在妈祖和平慈爱的阳光下，希望大家能够享受一个愉快的上午，谢谢大家。我非常的高兴受朱文斌主席的邀请来参加今天代表我个人妈祖基金会第二届的这个大游行活动，在这里祝妈祖显灵，保佑世界和平以及各个都平安健康，祝在座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大家。今天马祖节，我很高兴带我们各位去参加我们的游行，也希望每年继续这样下去，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中华总商会的代主席发言。这个马祖基金会每年越办越好，也希望这次预祝成功，也带动华南胜、华龙和世界和平，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旅美上海同乡会联谊会周云主席发言致辞。热烈祝贺第二届世界文化节圆满成功呀，谢谢。接下来有请美国福建福州老人会郑进贵主席发言。来参加第二次马祖成立1000周年，我在这里代表全会的同仁祝愿马祖基金会游行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纽约参选法官朱莉亚女士给我们发言致辞。It's a beautiful day for a parade. I'm so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I'm running for a civil court judge of all of Queen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onth to celebrate our heritage. And I'm saying our heritage because my husband is there. We have 2 daughters together. They're Asian American, so I'm Asian American by default.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那我叫陈毅安迪，那目前是呢四十选区纽约州众议员参选人，希望呢我们未来我们的社区更团结、更凝聚，以及我们大家互相支持，好吧？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有请美国城市中青会陈西芬主席发言致辞。好，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啊！祝我的马祖阿宝就大家平安、安归乐业啊，精彩隆隆啊，在这里。八景红福，兴旺发达。预祝马祖的游行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有请 PCF 队长讲话。心连心，手拉手，共创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美好的未来。在此呢，特别恭祝这个马祖庙。越办越好。联合总会谭子毅主席发言。敬拜妈祖，勇敢而发，
写了一首歌颂妈祖的歌和美之花，祈愿世界和平美好，祝福大家天天平安健康，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王仁刚武术大师发言。我是王仁刚，我是教武术的，在这里23年，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能够强健身心，内心存善，善行善为善言，然后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为我们妈祖文化能够弘扬开来，继续努力。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江律师发言。Now from the Warrens of Law Office, we open a Elvis Law Center, which is a non-profit. We're here to help the Flushing community. If you have any legal and consultations,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office. Thank you, everyone. 有请美国妈祖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柯桐女士发言。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妈祖庙举办的妈祖诞辰1064周年。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妈祖基金会的董事长朱荣斌先生，感谢妈祖基金会的主席黄明平，他们呢为了弘扬妈祖文化，确实在这个社区里边做了很多国际上的传播，开启了新的妈祖文化行善大爱，激励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前进，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世界充满爱。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福建工商联合总会张军康主席发言。他们保佑我们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发财发财啊！谢谢。请中美商会的秘书长辛迪女士发言。妈祖呢是我们女性的骄傲，千百年前就给我们树立这么一个好的好的一个印象哈，是我们的榜样。好，今天祝这个游行圆满成功。您这是您这是基金会啊，在此美好的节日日子祝福所有的大家，然后今天平安吉祥啊，国泰民安啊，谢谢。谢谢。美国福建书法家协会主席朱立业先生发言。受邀来到这里，我们共同来弘扬我们妈祖的大爱精神，也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谢谢大家。美国妈祖基金会董事长朱荣斌先生给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发证书。我们有请世界爱心妇女纽约总会杨婉燕女士给大家发言。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参加妈祖的文化活动，我们的团队带了很多人，就是说什么谢谢大家，开心，非常开心。那协办单位，交上就是我们交协办，刚才那个也还有我们协办单位，我们还有很多的协办，我们的福建老人会是我们协办单位，我们协办单位照个线啊，出来，协办单位是我们的一起协办这个，来我们哎，我们麦克来，也是我们来。大游行活动，我谨代表美国荣军产品总商会全体同仁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祝今天游行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后备军，给我们妈祖基金会的顾问，也是机缘赐予，给全世界的一个活动。非常高兴的参加，非常感恩，我代表您，谢谢您。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参加妈祖的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
然后明年就接着来，谢谢。哎呀，一过五年了，怎么这个主席啊，就这个成功的动手术，我们大家还在这里，我们感谢一切顺利。您问我们那个老顾问啊，这句话是报告观众。传遍世界各个角落，让世界和平，众生安康。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建造我们世界的和平家园。感恩，谢谢。王世军啊，世界艺术家的学会的主席。大家好，我代表中美新闻社世界艺术家联合总会、世界文化艺术人才基金会，祝今天的马祖活动圆满成功，向世界华人献出爱，大爱成天，谢谢。我们主席啊，最后就给大家感谢这几句话，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国马祖庙主持，也是 PCM5 的总监。我们的马祖精神就是大爱齐心，立德万众正在的话就是为民做事，繁荣顺序就是马祖的精神同责任。还是今天是5月1号，也是3月23，我们以和平、世界和平、人民安康这个为宗旨，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来宾。我们是正在准备要马上集合去这个淳安游行啊，请大家归队，我们按村队的出发，谢谢大家。Thank you.
Thank you.
按摩，按摩，护按摩，护了去啊，护了十十包护按摩。这么对他真的不错，这样真他妈的。平安海平静，家家安乐。
天上仙翁来助道。
地主。